洗衣机多浪费电啊！洗个衣服能用好多电嘛？哎呀，好了，你不要在这磨叽了，赶紧把菜卖了，都腌了。好。把手洗干净，不要把菜弄脏了。知道了。来，坐这儿，家属。喂。哎，好好好。来。扫我手机就是。行啊，王伟。有点东西啊。慢走啊。哎。哎，钱包。哎，王伟，你怎么这样？这是我先看到的。这是你的吗？不，我谁的？那这边有多少钱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装好人了，算我吃亏，咱俩对半分了吧。那也不行。哎呀，你真丑，你咱俩一人分不好吗？拿这来。我捡到个钱包，不知道是谁的。哎，又来个大圣了，算我吃亏，哎，就给我200吧。小姐，如果这个钱包是你丢的，这么多钱没了，你着不着急？行行行，那你们等吧，我走了。王伟，这里面有好钱。有1800呢。这么多钱啊？是啊。差点啊，就被你们给骗了。啥子意思啊你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就是想等我走了，然后自己把钱独吞吗？切，你以为我们和你一样吗？哎，那可说不定，我呀和你们一起等。王伟，我的钱包呢？哎呦，姐，这钱包原来是你的呀！你要是再不来啊，他俩就要独吞了。钱包给你吧。哎呀，小伟，你说这个钱包是你的，那你晓得这里面有好多钱噻？当然知道啊，有1800，还真是他的，拿来吧。谢谢啊。走。哎，不对啊，咋我一开始小姐不晓得钱包是姐姐的吗？有道理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小伟，你怎么晓得钱包是王伟捡的呀？小姐发信息跟我说的。还敢冒你，胆子有点大啊你们。啊，这是我姐看错了。我包呢？啊，你们看见我钱包了吗？有啊，你钱包是啥样子的？短短的，棕色的，里面有2000块钱，都是连号的。对，是连号的，就是他的。可这里面只有1800呀，怎么少了200？可我捡到的时候就只有1800。切，敢拿不敢说，算什么？哎，我们真的没拿，要拿的话，这钱包我们就不会还给你了。哟，这不还不是我及时到了，不然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还想动手啊？算了，送给你们了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好人难当。算了，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总比人家没找到钱包好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吧，不卖了今天。这么多菜还没卖呢，那明天就腌了。弄完了都没人买的了，我们回去分给村里面老人吃嘛。行吧。怎么，这么快就来报复了？没事的，怕什么？我们也没拿钱。你们要干嘛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是不是捡到我姐的钱包了？嗯，是啊，她自己花了200忘记了，误会你们拿了，她不好意思向你们道歉，叫我们俩来的。对了，你们这些菜我全收了，以表歉意。嗨，那没事。那你们帮我称一下。嗯，好。看，对，这个少一半，把剩下的装手机。行，谢谢你们了。不用，应该我谢谢你们才对，把菜都给我们买了。哦，没事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慢点啊。意思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今天的就是要摊上，再回来。好。
王伟，今天才买好钱。哎，算了，要是出来外面打伤口涂伤，伤口没好你就不要沾水，还手洗衣服，洗衣机买了不用，还买了干啥子嘛？嗯，好。其实我这阵子确实差了点私房钱。我知道呀，没得事的，一个大男人身上没点钱算啥子嘛？你等一下。你看。你给我买鞋子，老子。你看你那鞋，表面很好，鞋底都烂透了，那走路多硌脚啊！我这攒点私房钱是给你买鞋子的。你个憨憨，快点吃饭嘛！妮娜，我跟建平钓鱼去了。还在钓鱼去上这次吗？你等我哈。那我走了。我往你裤子里面塞了点钱，路上给建平还有钓友们买点水啊、零食啊那些，不要老让别人请，自己去抠抠搜搜的。嗯，知道了。王伟，你现在瞒着英子也不是事啊。没办法，英子因为我家的事帮了太多次，这次我想自己来，要不然也太不难了。王伟，你也是倔。行了，这事你可千万别跟英子讲。知道，赶紧走吧，去晚还要罚钱呢。行，那这么定了。来，三哥来了。小王也行啊，这干活差那么白。你们俩先把这交架搬了啊，我送快递去了。哎、等一等啊。学费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忘记给你说了，那回来就给你打过给。那就行，谢谢嫂子。嗯，没得事嘞。这娃娃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，还天天给钓鱼。来，英子，快递到了。啊，谢谢张哥。啊，没事。哎，张哥，你没给娃娃那么给钓鱼啊？钓鱼？王伟这几天都在我工地干活，钓什么鱼啊？不是，王伟没跟你说吗？这个王伟。咋了？你俩又吵架了？啊，没有。好，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好，谢谢张哥。小月呀，你在公司没有？在呢。啊，那我过来找你一趟。好。小月，哎，英子你来了，坐。嗯，小月。嗯，这是能不能向你借5000块钱？我下个月火龙果卖了就还你。好啊，我现在就转给你吧。英子给你转过去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夏雨，那我先走了。不客气，慢点啊。王伟，你老吃这个哪行啊？哎，能省点就省点嘛。来，这个鸡腿给你吃。嗯嗯。哎，不用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铁板，打算钓鱼。英子咋了？王伟在你旁边吗？是。王伟没带手机，你把手机给他。好。啥？要钓鱼啊？嗯。你还会吃饭不？不了，正吃大餐呢，还有鸡腿。要得好，那你慢慢吃嘛。这次你不要把鱼送给别人哈，待会让我来吃。知道了。完了，这次英子要吃鱼，这个咋办？你就说你没钓到呢。馒头好吃吧？英子来了，我那你们聊。英子。我其实我都晓得了，你没了5000块学费，我找夏云姐了，到时候下午有火龙果卖了还给他。那怎么行？火龙果那钱是要还给你爸妈的。好了，我爸妈那儿都好说，先今天你没上学要紧。好了，先吃饭嘛。我还给你带了榴莲，我看好多人都喜欢吃，你吃点嘛。哎呀，你看我长什么，赶紧吃啊。谢谢你的。我给建明爷爷送点过去。